Diving into Chinese, written by Maggie Chou. 星期日，小鸭子在做什么？星期一，星期二，小鸭子在做什么？星期一，星期二，小鸭子在看书。星期三，星期四，小鸭子在做什么？星期三，星期四，小鸭子在游泳。星期五，星期六，小鸭子在做什么？星期五，星期六，小鸭子在跑步。星期日，小鸭子在做什么？星期日，小鸭子在睡觉。Let's review the vocabulary together.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词语吧。做，做 ，to do。什么，什么 ，what。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吧。See you next time!